天还让我放音乐，放音乐你们就乱跳，自己找感觉跳，就是这个是半军事化的。我来数拍子嘛，你们又不让我数，你们把第一排走，来来来，第二排开始来来，五、六、七、八，停，二、三、七，二、三、四，三、二、三、四，4、2、3、4，5、2、3、4，6、2、3、4，7、2、3、4，8、2、3、4。你们错了，你们7、2、7、2、3、4放到三十不动了，动了啊，那就行了。你们也错了，就是后面对了，你们也错了。这个舞蹈要是我跟你们跳的，你们就没兴趣，因为我从头到尾教一个组合反复跳，像排舞一样，你们就会感觉我第一段已经教完了，就反复跳三次，我把基本动作都教完了。现在就是让你们每一组自己，现在开始真正的舞蹈，练你们的脑子。你们以前跳好跳坏，老师也不管你，你们反正就是跟着老师哈哈哈哈，就像在我们小区里边那些老太太、老头子打太极拳一样，他们大概跳了打了十几年了，还是这八套，把我两次反过来，反正每天像去做梦一样，做一回回来也挺开心的，出身汗锻炼一下。然后舞蹈不是那么一回事，舞蹈就是你自己记住了以后，你去找到自己最美丽的感觉。好啊，再来。我这次叫第二排，我不叫了，叫第一排了啊！来，五、六、七，嘿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二、二、三、四，三、二、三、四，四、二、三，不对，不对，这不用走。转过来以后就是一个小黄手，4、2、3、4，然后这个又开始，就是一个小黄手，哎，这个又是回到原点。你们就是变化，因为我看你们前面几个老站在前面，那都还能干的那种，你就是这样转过来，然后就是这样一个小黄手，来再来，我们再来，五、六、七、嘿，一。2、3、4、5、2、3、4、6、2、3、4、7、2、3、4、8、2、3，站高，站起来。站起来，对，好，非常好啊！我们来轮次音乐，我往下教了。然后我上次我好像我放音乐的时候拿了你手机拍的。他是拿扇子走路的。哦，再来，没事。我们再来轮次音乐啊。拍的比较有扇子，这种舞蹈。你一定要过啊，大概3个月4个月，就是马上要看得见了。
啊，现在人身反应很大，现在很乱，又要吐了，又要头晕了。你没生过，生过？我没有生过。哎，没生过，你不知道，大多人都知道。现在那时候我老婆生孩子的时候，真的是我最倒霉了。哎呀，不行了，那个还有马上要生的时候也挺烦的，就是马上要编完了，结果要上舞台以前事情也很多。现在这个阶段，你们从一个训练场。就是从结婚搞七年上床以后，就是这个到有了这个时候啊，现在反应挺大。我们都成年了，没有小朋友，没关系。小朋友我不能听。不会吧？不会。来，这个时候最困难就是你们现在从训练场上基本舞步知道了，然后进入那种排练表演的那个过程当中，这个现在是挺困难。所以大家呢要坚持咬牙，这个关过了，我们就是迎接这个十个月了，要迎接了，就是马上要出来。现在这一段八拍顺了，后面今天教的四个八拍就会很容易了。好，现在我们再来一次，就开始正式往下教了啊。每个人要记得自己的这一组。左脚开始啊，不管你是这样蹲那样蹲那样蹲，都要这条腿拿出来，一二三四，自己围着自己走一圈，来，预备起，一二三四，来，这个走啊，哎，这不管是这样的那样的都要站起来，啪到这边也是站起来，一二三四，来五，不管来，最后动作放好，放好。哎，可以，好。好，来，这后面那条腿子啊，来，预备，起，一二三四，非常好。非常好啊。紧接着，我们马上跳到我们教舞的就练习舞蹈当中的走步姿态，啪，你看啊，这边呢以后，我们现在走步的时候，我们这个手拉在后面，像飞机一样，一，本来是这样，放下来，对不对？不交叉。不交叉。前面已经交叉了，然后放下来。
哎，哎，非常好。多少 ？How many steps？ How many steps？ 啊，示范。啊，示范。你讲中文，我听不懂。来来来，很可怜的，我这最近又忙好了，把你们这个队弄整齐点。我真的要去找一下那个英文的那个，那是找已经找请那 Alice 帮忙找了已经。来，预备，其实我们转了只有一点点啊，我们已经人已经一半已经转好了嘛。一开始就往后，看到吗？来，预备，起，后前，这个脚右脚在前，再来一次啊！你看看，后前，来，预备，五六七，嘿，后前，好。然后看好，朝着这个斜下方，一、二，然后再朝那边，三、四，然后再往后边，一、二、三、三、四，好，再来一次啊，两个四拍，四、一。二、大、三、四，再拉开，这个脚拿过来，三、四，到这边，看好，然后拉开，搓步，哇！这个有点难，没教过啊。这里，你看，先拉开，然后双黄手，一打二，好，我们再来一次啊，非常好。来，我们这完了，走完了啊，圆场，然后开始，哎呦，哎呦，对不对？往后。狼呀，咱们俩是一条心。哎，正好这一句歌词，对不对？啊，再来啊，来，预备，起，哎呦，哎呦。狼呀，咱们俩是一条傲心。四拍，四个四拍，来，预备，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。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二、三、四，对不对？前面用掉一个四拍，再来一次啊！来，预备，从这边结束开始，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二。三四，三二，三四，四二，三大四。来，你们来看，五六七，走，一二三四，二三四。三二三四，四二三四，一起晃，吼哈吼，来，吼哈吼，三打四，来，预备，起，
三大四，三大四，啊，来，五六七八，三大四，哎，好，你们做的动作对了，但是你们做的和广播体操差不多，三四。这没有做女性的爱，哎，你走啊！上海人说很嗲的那种，小一点。你会了以后，你找怎么样美丽？你不能说是像东北大姐那种，不行。那种，你要像江南的那就。那种的邻家妹妹，啊，那种细腻，像那个广东的鱼大八角，鱼大八角的那种，走出来那种啊，那种感觉啊，来，预备，再来一次啊，走的时候就开始了，邻家妹妹，五六七，走，一二三，啊，一二。三四邻家个妹妹拉开小黄手，哎，不要这样，越小，小一点啊，哎，好，来，很好了啊，来，再来一次，五六七，嘿，一二三，哈，一二。三四五六七八二三大四，哎，不能跳了啊！但因为我为了特别强调这个步伐，我就叫你们跳。你们在舞蹈当中就是拖一步、车步，我们有很这个步伐用的很多，我们所有的精细啊、大跳啊，都是用这个车步那种跳。都是用的是大，都是用的这个步伐，叫车步，那个车子的车啊，就是拖一步一打啊，好，来，这个没问题吧？我们的合奏音乐啊，这个。从这来啊。前面一个多月都在教这个基本动作，对不对？一、二、大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大、七、八，这个里面大呢，对吧？都没有了啊，非常好，我们再来一次，往下教啊。Thank you.
三大四一啊。今天的教学任务要完成啊，大家都稍等啊，再抓紧啊，还有四个，这边完了以后啊，这边完了以后，啪，啪，啊，啊，手拿过来，一，二，三，四，五，六。七八，走六步慢了，来，大，大，到这边以后，这个手拉到后面，这个手放到前面，往走，走六步啊，一，二，三，四，五，六，走到这边。然后看好，往前，七，哎，再推回来，再推回来，哎，林家妹妹，哎，看好，这是再来一次啊，五，来，最后，预备走，一。二、三、四，你们千万不要家里出蟑螂了。踩死！你这踩蟑螂，要脚后跟，哎，脚后跟，脚后跟，脚后跟。要有脚后跟啊！来，再来，来，预备，起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放下来，七，造型，造型，好，造型，看好，然后手拿起来，一。对，拿起来，一、二，对，很难为情的。这个前面这个是拉遮住脸，门缝缝里看人，邻家妹妹都这样看，男孩都这样看的啊，然后上步，偷笑了，看到了。在洗手间里看到了，然后偷偷的笑，不要做成那个蒙西壮族舞的那种遮纱城的那种，我们是江南女子，偷偷的笑，好，来，再来，这些都是教你们，不是一个完整舞蹈，但是舞蹈里面很管用，那种表演，那种声韵，我们很注重这个吸气，慢慢的以后要求会吸气也加上去啊。来，走开始啊！来，预备，起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，造型。然后这个一、二，遮眼睛，刚这个动作，然后换手，遮嘴巴，然后看好。往后两步，靠着脸，这只手反面，靠，放造型。好，来，我们来一次啊，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一、二、三、
四脚跟五六，冲上去造型，拉开啊，向那边，啊，是这个脚，造型，哎，对，拉开，这偷偷笑，啊，然后退一步，退两步。好，来，我们有音乐啊。全部给我送，是不是你的电话没来？把它关掉，上课就把电话关掉嘛。这边都要做生意，你赶快接完了再来练就是啊。当然做生意正常，没办法，一旦生意跑掉了，以后亏钱不是。哈哈，再来。细腻化，我们会讲手腕，讲吸气，讲节拍，一点点的加工。然后最重要的，你要感觉到跳这个舞是享受的，你不要自己很难过，因为忘了，你忘了，你怎么都跳不好。你自己只有在记住，老师要在下堂课开始，我记住了，然后我自己找美。你已经记住了，你可以去找到美的感觉。你没记住就找不到美的感觉，好吧？再来。站好啊，不穿不穿，来，
这个课就弄完了，待会儿我会剪辑出就是下半段的上课，我把说话的剪掉一点，尽量的短，然后你们可以就是下周的心情，你就。压力我有时候传上去了。刚才的是 A， 现在我到 B， 好，我到 B。